是不会回台湾治疗，也不会回台湾使用健保。我会用我的社保卡在祖国继续看病治疗。我是一个在祖国抗癌的台湾女生，我现在来到上海红房子内膜癌病变的专科来看医生。活着就要努力的生存下去，遇到病魔就要努力的对抗病魔，这是身为儿人最基本的一个态度，不能够轻易的放弃。你病人是谁呀、啊？我。就是你本人呢？对，我本人。有病理切片。我明天会去拿。我的社保卡没办法挂吗？因为这个身份证号码它是判断的这个细胞稠不稠，礼拜一来挂行了，礼拜一拿这个卡，因为还不限号。这个就诊卡礼拜一当天来挂，我今天不能挂吗？现在挂不上，因为它上面系统上挂不出来。那我礼拜一来就可以挂得了吗？可以挂，拿着这个卡当天号可以挂。哦，当天号可以挂。对，因为预约号必须有身份证号码作为识别，刚才输你那个，但是那个证号现在它不行，它是上面不认可。你们那个没有台胞证的选项、哦，也没有台湾居民的选项吗？对，现在没有这个选项，它下面都是只有身份证号码这个选项。那你们台胞怎么来看医生啊？当天挂号，当天看，不影响，这个号不限制。哦，就是大陆人可以提前挂，台湾人不行的。不是台湾不行，现在系统上没有这个设置。现在你们那个，我是台湾同胞，你们那个微信公众号跟现场预约怎么都不支援台湾同胞呢？台湾同胞都没有办法用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，然后呢去现场挂。人在哪呀？我刚才去在正大医啊，在门诊那边，然后去现场。那个。河西和台湾同胞有啥关系啊？但你只要你下载了微信公众号，然后你那个，他微信你绑定不都行了吗？微信公众号上面只有可以填身份证，我们台湾同胞没有大陆的身份证。对他，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应该要有台胞证跟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选项，啊，这个就没有就算了。我到现场挂号，他说，我现场也不行啊，我要挂礼拜一的，他跟我说礼拜一的台湾同胞只能当天挂，因为系统没有办法选。你们的系统这样子不支持台湾同胞是不对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